好，开始。开始了。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老公生日快乐。耶！抱抱抱抱抱抱。再做一下特效，谢谢老婆帮我唱生日快乐歌，还有很快的准备的生日的蛋糕。我们是在月火餐厅里面用这边的糕点准备的蛋糕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用心，而且我觉得比去买现成蛋糕来讲更有一份的心意在里头，因为餐厅没有提供得到，他说他到时候用完，所以他刚刚老婆用这个搅拌棒，搅拌棒，搅拌棒画了一只老虎，而且老婆生日，老公生日快乐。然后那个，然后我们刚刚还借了红笔把那个蜡烛涂满，很带有真的蜡烛哦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用心。老婆在过去的每一次的生日里面啊，都是用手作品来送给我生日，尤其是每次看了都非常的感动。许愿，你要许三个愿望，寿星许愿。好，那我三个愿望呢？第一个就是，我现在当 YouTuber， 所以我的订阅能够在一年内破300,000。耶，300,000！这是非常大挑战，但是我一定要成功，一年内破300,000，就是在明年的6月30日以前要破300,000。第二个是透过我的能力，透过无论是 YouTube 或者是对话的部分，能够去影响到更多人的心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我这一辈子能够去影响多少人的心。对，我希望能够去持续影响到非常多人的心。然后第三个愿望是放心，跟老婆有关系。要吹蜡烛咯，要吹蜡烛了，来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有，刚好盖到了耶。